后面我还会参加一些新款的，就是这一次会有个新的睡衣，然后它是有附衬垫，然后我等一下会一起介绍给大家。嗨 ，Hello， 我现在穿的新款是上周的新款，那这款我很喜欢，它就是比较老清风的感觉，它全部的款式一系列什么都是有点断光的。那因为它这个系列呢，你们可以到网站上面包的时候可以看到，就有个系列我新分出来叫净奢系列，全部都是断光系列的，然后喜欢的朋友都可以参考。那我这款背心呢，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有点宽松，然后它长度有遮到这个地方，然后稍微让你看一下整体的感觉。那如果你没有穿内衣的话，基本上是露到这个状态，还 OK。然后我真的比较保守的朋友，你一定可以加个小背心。然后我一般的话是穿这种横的一半的bra top 或是小可爱都可以，都很方便。那我现在里面穿的其实是黑色的，黑色的无肩带内衣。可是你看它的，因为断光，它虽然是薄的，它非常轻薄，可以看一下，它很薄，可是它非常的不会就透光，所以我觉得搭配性非常好。那种之外呢，它有点宽松，长度又可以遮到屁股一半左右。那因为身高不同，所以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衣长，然后到你们身上的感觉。然后我现在穿的是大家最喜欢、最常问的香槟襟，那卖最好的是银色，这个银白色。那我现在就是顺便搭配一些新的饰品给你们看。然后我现在身上，下面搭的是有点焦糖棕可可色的一个缎面的裤子。那这一款是新款，之前有一款白色的九分裤，这一款卖的非常好，但是因为它断货。那新出的厂商呢，它是后面一样有松紧带的，我拉给你看它松紧带在这个地方，后面一圈都是，所以很舒服。然后这个裤子的部分一样是有加宽，大概快要1公分左右，所以臀宽的朋友就不用完全不用担心。尺寸上面的话，就是可以照上面我就是写在上面给你们看，它臀宽的地方，就算我现在穿还是有一点点垂坠感的，所以这样断面就是比较怕会自己贴在身上，但这款完全不会，臀部很漂亮，完全尺寸完全不用担心，这绝对是可以包色的那种。那我现在穿的是大家比较害怕的，但这一个颜色必须说它卖得非常好，然后但是第一名还是白色啦，因为白色的话可能是大家我常常直播，我真的太爱白了的，因为只要里面买一个打底的安全裤，基本上所有白色单品都可以完全就是穿搭，你会发现白色的单品非常好搭。那我现在先搭那种同色系列让你们看一下，然后等一下穿白色让你们感觉一下它透光的感觉。那基本上我的话就是卖场没有打底裤，白色的话直接买打底裤搭配就可以了。然后我这个我先放出来让你们看一下整体感，然后这种光泽的你就可以搭这个，这个是之前就有出的新款。那它这一款质感很漂亮，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是真的是母贝做的，所以它价格会高一些些，但是我觉得质感非常好。然后上面这个地方也是烫金之外，它会有一点点压纹，然后反面是亮的，然后这一面的话是比较雾一点点。然后它这个地方它可以自己调整你要的长度，然后这一款很特别的地方是它可以直接这样子穿出来，然后不一样的就是比较不一样的这种戴的方式，所以你可以自己让自己像有时候洋装啊或是高领毛衣，你可以搭的方式比较不同，可以拉的调整长度在不一样的位置。那如果是平常的话，我一般基本上在这个中链的地方是最漂亮的。然后 Hi Hello， 然后那个花这一款就是一样，我明天会直播前端都会放在上面给你们看。然后是跟你们说这个卖最好的这个戒指，它是完全可以不用调整，就是它后面是可以直接开口戒，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那我现在这个是银色的，它这一款都很漂亮，它旁边是我先这样看得到啊，它这个内层就是下面这一排呢是碎钻，然后上面是方钻，我没有那个
商品照会非常的明显，因为像镜头上面你顶多只看到它亮亮的，但你看不到它的细节，它非常漂亮。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那如果是我现在是香槟金的话，带金色的感觉。这哇，本身是这个金色配白，这个我买很多个，因为其实金色配白金，其实远看有时候很多银色衣服也可以搭配。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款式，因为它可以调整的，所以你随时可以调整到你想要的位置。像你中指比较粗，你就可以直接，那你也可以叠搭。那我有时候会这样子，就是缺口在前面也很漂亮。然后呢，这个戒指的部分，这个还有这个开口戒，这三个基本上是卖最好的。它这个的话，前面是一个珍珠，然后镶一圈，那你可以自己叠搭。然后是开口戒，所以你随时都可以调整，就可以这样子，你可以自己看你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偶尔你不想要，你想要当线戒、打底戒，你可以自己调整 ，OK。好，然后呢，我现在身上这一件的香槟金的背心呢，我想想，这一款，它这个搭起来的感觉，我先搭上，先搭到里面的 bra top， 让你看一下。尺寸倒完全不用担心，然后我现在穿银色配白色给你看，漏掉一件，这个是乔装款，这个呢去年就有出，这个是一直都四季都在卖的，它是 low bra top， 里面的话就是完全不用穿的这种设计，然后下面是有松紧带，弹性非常好。那你平常 S M 的朋友也穿 S， 因为它是 S M 跟L XL 是一起的。那因为它弹性很好，所以就两个尺寸是收在一起穿，它非常舒服，弹性很好。我等一下立刻穿给你，它是撞色的，我等一下还试穿别的颜色。那因为它这个是下面有点可可酱香槟金的这个颜色，我就配一个，这边其实是米色配米白配咖啡的颜色给你看。因为像这种上班可以每天穿的，那我现在穿这一身看起来会这个就是比较贵气一点点，然后会比较老前锋，就是看起来比较奢华一些些。那如果这样子你还要想要搭，就再低调点，你可以搭个针织或西装外套，它就会压下去，就不会这么亮。可是因为这个颜色其实本尊看其实很优雅很漂亮，其实会整个人看起来比较贵气啊，可是它是暗暗内含光的那种，不会太夸张。那我先搭一个棉质的，那这一款它里面是那个螺纹的弹力的棉图，螺纹两个配在一起，就会真的是非常每天可以穿的款式。那你等我一下，基本上的话是收身的，然后这个地方合身不挺身，弹力很大，很舒服，然后很透气。它里面的话是松紧带的，所以胸部比较丰满的朋友也很推荐这一款，因为它就是会 hold 住。好，搭起来给你看，就完全就是平常上班可以穿的，就跟刚刚那个风格完全不同。所以平常的 T 恤啊，或是针织，甚至亚麻的商品，都可以配这缎光的，你自己混搭那种感觉。那你也可以看它臀部的地方，这个地方很漂亮，材质上面也很好看。然后如果家里也有像这种亚麻搭或是针织的，配
黑的这种材质也很漂亮的，可以参考一下。眼睛看这个胸围地方很漂亮，这是 bra top， 这是 bra top 是跟西装裤是我们整个卖场没有最推荐，但是穿起来真的舒服 ，CP 值又高，然后弹力跟提胸度自然提胸度，你不会觉得哇很夸张，因为有些是款式比较偏暴露型的，但我们的款式 bra top 都是属于这种自然提胸的，所以你穿起来就会舒服，然后又我觉得蛮得体的，就是你上班的话就是很好搭，然后西装外套直接搭，如果不知道怎么搭配的，针织外套跟西装外套搭上去就 OK 了。OK， 好，然后我穿白色给大家看。就是会看起来皮肤立刻瞬白，就是这个耐长衣哦，这个是闪烁，嗨那个网，它看起来会有点碎银子闪的感觉，可它又不是像碎银子的效果，长相它是长这样，很漂亮。如果银色的话，就很推荐这个，因为感觉很像一排很细的钻石的感觉，这样可以比给你看，这样好。西装外套这次有出，然后它是修身款的，这个地方是直接修身，那你扣起来感觉，家里的西装外套可以直接搭，银色跟那个搭配。我觉得超，我完全不会退流行，然后配白色就是会特别亮一点点。等我一下，超美，这个气色好，就选这一件。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臀部的地方，它就里面直接穿那个打底的安全裤就没问题了，直接穿。很久的套子，因为这个亚麻透的老田风的款式，我其实已经找蛮久的。可是我想要上面，因为大部分的款式啊，上面这个都很合身，
可我觉得如果要穿出那种就是慵懒的感觉，背心不能太合，所以看你们的感觉，就是看那个就是电影，国外电影很多那种比较90年代的老明星们很爱穿这种亚麻的这种套装式，完全不用就是打扮，就是穿那一套就出去，超有感觉，你就会立刻觉得自己在度假感觉。那这一款呢，因为它是亚麻的款式，透度呢，我觉得它如果穿比较亮的颜色的内裤还是会看到，所以基本上像这种款式啊，亚麻或者是白色短裤，基本上我就穿一个灰色内裤，或者是说我很灰色内裤，或者是直接打底的安全裤。那我觉得我帮大家试了，基本上是还 OK。你平常穿的普通，我觉得平常穿都还 OK。可是你怕你出去玩啊，太阳光底下什么的，你就一样搭个打底裤。那我帮他配的是一个这个皮带，就是这个非常好用。这个麦头上它上面的名字就是它是无孔皮带，无孔皮带真的超好用，因为如果你腰刚好在是就是上一个跟下一个之间的那种人，你就可以很推荐这个，完全都不用担心，因为它就是直接卡住了。那我搭配这样子，感觉就是灵感来自于那个 Pretty Woman，因为里面那个朱亚罗伯兹那个年代，很流行像这样的款式。可它款式呢是五分裤的，但五分裤真的我觉得蛮挑人穿的，所以我就找了一个短裤的，然后穿给你们看哦。然后里面有配一个，就是一样 bra top，我想说比较可爱一点点，就配个条纹的。先给你看细节，我里面的话是穿一个 bra top，就是可爱的、比较可爱的条纹的。卖场明天会提供给大家。然后这个，它这个地方里面是这样做内扣的，本身是暗扣。那因为它这个棉麻的短裤呢，它本身是版型偏大。那我穿的是 XS，平常我就穿 S 就够，但是这款我要穿到 XS，然后其实单穿就很好看，可是。我为了想要，就是比较真的有一个摩天风的感觉，我配一个深咖啡的这个皮带，就立刻会觉得怎样，再气质一些些。然后口袋是这样，它是单个口袋，假的口袋，是超 cute，这个真的是随便搭 OK，你白衬衫直接拿来搭也超好看。那白衬衫搭配就是大家都会，所以我来搭一个直接单穿的小背心。然后你可以扣起来，像这样子，但是我基本上的话都是打开，就是让它直接自然搭配。这个我觉得很上镜，就是如果你出门玩。就是如果出去度假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拍照一起，这个整体搭配会看起来很上镜。然后配个拖鞋，这样很可爱的一个搭配。然后呢，度假到了这个，那厂商一定要特别介绍给大家，因为这厂商原本有一阵子，好几年都没有在做了。那这个今年我终于找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最热卖的皮件、皮革、包包，这家真的非常非常精致。你
可以看它的那个所有的皮革，它价格高一些些，但是呢，它的精致度真的是还有五金各方面。然后这个包包它是月牙包，很可爱，很经典的月牙包款，然后是编织的。这个呢，它是一起的，然后侧面背，是不是超级看起来超级无敌老前锋，很美。然后呢，这可以放什么？大家要想说说看吗？因为它就是可以放太阳眼镜的小菱形，干嘛各种的。然后里面这个地方还有个勾的，你可以勾你的，就是基本上是你卡、信用卡或是卡夹都可以这样放。那里面空间也很大。这个我真的是立刻看到，就是觉得必须得收这个包包呢。我收了两个颜色，那这个颜色我是最推荐的。然后呢，它后面这个包包，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车缝线，说多美就多美。然后空间也非常大，把这个拆出来给你们看哦。它那个蓬布就是连盖的，非常漂亮。里面的话，空间大概是这样子。里面还有做卡夹，这个包包呢，我觉得非常，今天的直播里面我觉得必买，就是这一家的包包，我真的是找了非常久，终于他们一直后来就出别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包包还是最厉害，啊、哦，真的是，然后一次，这一次我是介绍两个包包，卖家上面都会有，只要是高价都是这一家的，像这家的。皮革全部都使用真皮的皮革，有的是牛皮，有的是羊皮，有的是猪皮，然后上面都是直接写，非常质感非常好啊。然后但这一套就是看起来就比较度假风的感觉，你可以是这种经典的这种大方包，超美。这个已经很多朋友说要我们直播给大家看，但是时间真的太少，每次这个包包只要一回来都会立刻卖掉。这个。简单的这种大方包，有点像泳包。这个地方呢，里面如果要空间大，这个包真的是绝对没问题。这种包我是绝对出国一定会带的那种。你看它空间有多大，重点是它里面还会有一个这个，你看一下，它是这样，然后里面直接会有做一个，你看它是砍在里面的，精致度爆表，超美。然后里面会有个。反正不知道你们知道吗？这种大方包最怕的就是东西碎碎的，就是很容易掉来掉去的。然后我可以让你看它的空间有多大。然后呢，侧面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放一些那种，比如手机啊，或是一些小的东西，可是是立起来，可以比较像化妆包，小的化妆包或是各种零钱包啊，你比较会找不到的，你可以放这边。然后我都是这样分的、啊，然后这种里面这种就碎的，我就是放一些比较会零零总总啊的东西，笔呀、啊、什么的。你看，挺度真的是完美。然后呢，里面还有附一个是可以背的，它可以这样背，是超美的。然后有黑色跟这个颜色，我本身是超级无敌推的颜色，因为这个颜色也是也可以。而且这个度假的时候用也是非常美，因为它戴起来就是会还是有一个就是小休闲感。真的超美的，这个赶快去卖场里面逛。然后其他款式明天可以到直播清单，会明天一起补给大家。这两款超美。接下来看直播，这个新的这个这种高腰裙，这个算是对我来讲应该是小腿肚中间，然后所以个子高的人会更短一点，对我来讲是中裙。那这款版子超级小，所以基本上我现在穿的是 X 号，那建议大家都直接往上拿一个号尺寸会比较好，因为它的这个做的真蛮高腰，直接是在我肚脐的更上方，所以我穿的时候其实屁股要扭一下，然后稍微憋一下气才可以穿进去。然后配的是 bra top， 这个 bra top， 今天两款 bra top 都已经卖第二年了。这一款呢是算比较性感的，就合身一点，然后它直接是做短版的。那我套这一款，配这一款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款式就是偏比较高腰款的，就很适合配这种就是微辣系的那种 bra top， 穿了以后就刚好在比较。
肚脐的位置，让你很方便拉高腰的东西。那我现在穿给大家看。穿起来就是深 V， 然后可是它又不会太真的很低的那种，然后完全贴身，尺寸有到 XL，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胸部丰满的往上来尺寸也 OK， 因为它是比较贴身的，然后弹力其实蛮好的啦。但它这个衬垫的部分里面是有做拉提的，自然拉提，你会感觉到胸部其实还蛮挺的，就是 hold 住，不用担心。然后这个你看。我的肚脐在这边，它是在肚脐的上方。这一款这个裙子真的偏小，直接往上来看好吗？然后往后退，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立刻，你是穿那种简单配的小弯包、弯月包。就是这个就是会很有女人味，然后可是它又有一点点干练的感觉，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很方便的小包，可是它这个一看就是质感爆表。Okay. 好，然后我再下来我要介绍这个裙摆裤，去年的这个落地裤呢，这个大断货，所以我找了一款新的，这款新的呢。它的好处在哪？就是现在夏天要到了，它的布料非常的软，可是它很显瘦，就是立刻就是你大家可以看，就立刻像我才155，我穿了以后会立刻，因为它是落地的嘛，对我来讲是比较长一点，可是我会穿就是像那种厚底的球鞋，穿起来立刻就是变立刻脚腿变长之外，你整个人看起来变瘦，那我就会搭配像这一款，那我先穿这一款的。这个款式给你们看，那你要配腰带不腰带都 OK， 然后全白就看起来就是高级感，立刻跻身。那我先穿给你们看我的摸，穿那个拖鞋给你看，让你知道，因为我这件裤子对我来讲是比较长一点点，那它一样是在这个肚脐上方是高腰的，它超级软。如果你白夏天还没有买到白色单品的牛仔裤，拜托你一定要买，因为超级软、超级舒服、超级显瘦，然后超级 CP 值高，然后它的标也很漂亮，真是质感很好，是焦糖，再偏淡一点点的那种皮焦糖色，很美。好，往后给你看，长度大概这样。因为这种裤就是大家穿起来都超瘦的，所以很推荐家里还没有这种落地长裤的。真的一定要拥有这一件，超软。然后我搭配那个皮带给你们看，全白就是立刻超干净。然后你也可以系自己的皮带，
较有重点的感觉。如果你搭全白啊，你想要有一点点就是造型区隔开来的感觉，这样。这个裤子。满意，因为它完全包臀，整个人就开始变得超瘦。好 ，OK， 然后呢，我们再继续接到新款的这块超 Q 的，这是钩针的。那他说他会不会，因为他算是有点钩针感觉，你说会很热？我是觉得还好，因为现在夏天都会有空调，但基本上它是夏天款式，不会，但是它非常非常可爱，给你们看一下材质。因为有很多朋友问针织会不会热，但台湾的话真的是怎样都热，但基本上这款我不容错过它，因为太可爱了。我等一下搭这个裤子给你看，穿一个无肩带的小可爱，那你也可以穿长一点的背心，也 OK。是不是很 cute， 就很夏天。这个拍照也很漂亮。这个超 cute 的。然后如果你有那种长版的薄 T 恤，你可以把这个罩在外面搭配，也超可爱的。还有长细肩带的洋装。比较不好意思，你想要把这个钩针的上衣直接搭外面，也很漂亮。OK， 然后再穿这个花套，两颜色你看，又是超完款，这一款就是辣，没有别的，穿起来就是整个人会就是变原生会小一样的感觉。那前面方领那款呢，它是会看起来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旁边长，会看起来比较修长，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比较贴身。另外一款的话就看起来比较，我觉得是上班很可以穿。那这个的话就是真的偏性感，一些些也比较合身。那如果上班的话，你还是想穿这个，你可以用针织外套或者是西装外套去搭配。OK。胸型也是超美的，然后弹性，这种灰色就很适合戴金饰，就看起来比较时髦一些，会比较美系。线型就特美，这种款式啊，如果像上次我们就是有介绍一款是吊带裤，这种合身的 T 恤也可以加在吊带裤里面，也很方便，或是洋装也可以。OK， 好，然后最后一款这个超浪款，因为这个上周针织这个比较多人问，但因为它比较小心一点点，然后弹性来讲，比我想象中卖的更好。很多，那你喜欢的朋友你可以参考。然后这个还有蓝色，那我配白色给你看。
后你可以看它的材质，有弹性的针织，很舒服，而且真的完全不会热。OK， 好，然后我要介绍新款，是大家预示夏天要来了，所以我找了一款就是比较修身的运动裤，但因为卖场里面还有其他款是比较松的，那这次我找比较一字型的。这种的话就是我觉得算是快要，它就是看起来会比较像修身裤、休闲裤。然后我配的这个刚刚有穿给你看的 bra top， 同色系的，这个螺纹，大家你看，下面这个是白花灰的这个颜色，然后还有很多别的颜色。那你可以注意看，到时候看我的臀部，那个子比较小，比较原生，比较不知道怎么穿休闲裤，因为这几年休闲裤嘛，有点运动裤的感觉，热舞裤的那种休闲裤，就是非常流行。可是因为很多朋友会担心原生或是身材关系，会看起来好像比较就是不修饰，不怎么搭，可是又想穿很舒服的话，就可以挑这种的。那尺寸也要偏小，然后你可以看网络上的尺寸去做搭配。然后我搭这里给你看。全部这样散开给你看，然后长度一样在这边，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臀型，它是这个地方是比较合身的，所以是 A line 的，所以你们就不用太担心。然后长度的话是刚刚好，我没有找，就找你可以直接搭配，就是平底鞋就可以了。对我来讲是大概这样，那你穿鞋子就刚好。那我搭配两台配老弟鞋给你看，看这个。有点微松的这个修身的这个 bra top， 你可以这样子。这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上班的地方是可以穿比较休闲的地方，我觉得这一组也很适合平常搭配，就有点时髦的运动休闲风。同色系就看起来会比较时感一点点，那一样银色咯，银色搭配。搭配是这个。在场里面这个老爹鞋，它这个非常的弹，里面的垫子很厚，大概有到这个宽度，蛮厚的，所以穿起来会有点短一点的感觉，很舒适。然后有别的颜色，然后因为今天配这个灰色，我就想要整体搭给你们看。然后它的鞋体就是老爹鞋的感觉，然后所以它增高，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会有一点增高的感觉。所以很修饰，然后往后让大家看一下整体感。屁股地方，这款就是非常修身的运动裤，休闲的，那么希望大家可以每天穿得很舒服。这个终于上架给大家了，这个明天会一起上架给大家。压纹上周就已经就穿给大家过了，然后这个有燕麦豆沙，这个颜色也很漂亮。然后我会搭配这个破裤给大家。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bra top 配这个短裤的感觉。这个 bra top 真的很好用，所以你们
自己买一件回家原本自己的单品就可以搭了。那这个新的这个它其实有点偏直筒，它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开，这偏直筒的感觉，所以选择尺寸的话就要稍微看一下。那对我来讲是蛮刚好的。那我觉得以我的身材来讲，因为我的那个这个已经到我肚脐这边，这一款它是偏小的，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肚子容易胃凸的朋友，因为它都到肚脐上方了，就记得要往上拿，好吗？ Okay, 好，让我去拿，配那针纸给你看。会有个压纹在，然后它是宽松的，它是冰丝绒，然后我现在穿那个豆沙色给大家看，压纹，这个上周已经给大家看过了，但因为它的长度其实它可以到完全包的地方，所以上周我是配长裤，也很漂亮，所以看你们自己可以自己搭配的感觉 OK， 因为它这个比较短一点点，我一般的话就直接扎起来会比较好看，它有点宽松，比较轻松的款式。好，这个明天晚上10点就会一起上架哦。这个已经破千套组，它是衬衫，然后加上披肩，然后还有加一个这个白裤。这个我就是再穿一次给大家看，因为太多朋友问了，有些朋友都一直没有看到之前的直播，那我就一起搭给大家看。那时候，因为这一款很多朋友没有看介绍，这个呢，一般我会开到第二格，然后里面可以加小背心都可以，看你自己的习惯。因为它这个你可以搭别的，我有配长裤，长裤的话我就蛮推荐可以直接这样穿。那因为它这一款它裤子我卖最好的套组一整套大家一起买的是配的这个比较下面是 A line 的短裤，那因为那个棉麻的很舒服。然后这个地方啊，裤子要自己拉紧。譬如说，因为它是可以自己调整长度的，所以就拉到自己想要的宽度或长度就可以了。然后，因为裤子它是下面是有一点A line 的，所以这个的话就会紧要扎起来，就扎这个就好了，扎前面一点点。然后呢，你要紧一点、松一点，自己调整。
有点聪明的感觉。那你要扣休息一点松一点都可以。然后我是用这个吧，这样。那因为我里面现在配无肩带内衣，感觉会比较真逼一些些，这样。所以大家穿拿到衣服的时候，还是要依自己的身形，就不能就是直接套上去就没事，还是要稍微扎一下，就是稍微配一下。然后，因为最多朋友是拿到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这样宽宽的，那有些客人朋友会觉得这样蛮可爱的，是 OK 的。可是跟我的那个影片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扎这个地方，就是要扎一下下。有扎的话跟没扎差很多。OK， 然后是裤子，就是连线款的。然后我们会在卖场，这一组已经在卖场了。那卖场好像是深蓝的这个，然后浅蓝也蛮多人喜欢的。你可以这个回购率很高，这个破线套组真的是目前的话，裤子跟上衣目前是现货 ，S M L 的裤子呢，上面全部现货。那黑色的话就要预购，那这个的话是蓝色、浅蓝跟深蓝，目前都是现货。喜欢的朋友就售完就预购，就要等一下下。喜欢的朋友就是赶快立刻下单。这款呢是完全新款，超喜欢，因为一样是全白的。我跟你们说，你们之后再分享，因为大家买白色衣服都很害怕，但是我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解决方法，我到时候再教大家。那这个白色呢，因为夏天真的穿起来，大家很怕痛，所以这一款布料真的是质感很好，然后又有弹性，又有分尺寸，还是整件是穿过去就没问题的，很舒服的，算是有点微太空棉，可是它又是材质更好的，一个棉的厚度，然后弹性，然后有分尺寸，不会真的很，我觉得算是白色里面真的很不透的。那如果你很担心的话，用跟我一样，就是直接穿打底裤就可以了，非常好。它只要穿起来就是会很法式慵懒的感觉，然后完全就是直接套了就走。可是它还有重点，就是我等一下穿给大家看。这个还有黑色，很美。然后它，反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款式会让我觉得比较慵懒，就是比较法式女人的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打扮，可是又整体上面看起来就是会看起来比别人优雅一些些，就很简单，很舒服。上面的尺寸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然后再来这一款，一样都是全白的，但是棉麻的，它材质很棒，很漂亮。你们可以看到，你们都可以看一下那
其实棉麻真的非常辛苦的一个材质，因为我觉得棉麻它很难看出到底好还不好，因为棉麻基本上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就是这样一块棉麻布这样子，但其实棉麻是所有材质里面通常是最贵的。那它的质感度呢，跟它的细致度，真的要看本尊才看得到。那它基本上，我觉得亚麻这个东西，就是一看我就会立刻觉得好像是比较质感比较好，有钱人家穿的那种感觉。那它这个呢，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透。会透的朋友担心，像我本身的话，就是比较还好，我就是会穿小可爱跟打底裤。那如果真的很担心的朋友，我就会建议可以直接我给他试穿，就是直接加一个小的 bra top 的，我们卖场里面有小衬裙洋装，你就穿在里面就可以搭。那我会先直接单穿给你看，因为基本上我本身是 OK 的，那以免大家会担心。那这一款是，我觉得就是每夏天必备，而且我们六月要去泰国了，就是如果大家去度假的地方，真的很热的地方，这颜色第一个穿起来就是你会立刻有点比较鲜，比较欧尼感。然后凉快，然后质感好，然后你五年后也不会退流行的那种。那我先穿给你看。那里面是完全没穿那个，就是里面直接穿我原本的 bra top， 你看黑色，它透肤感大概是这样子，基本上我是觉得很 OK。然后是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要穿去上班，担心的朋友就是等一下会穿里面有衬裙的感觉给你看，然后网上有厂商照片。的透肤度，让我们看一下，质感很好，就是反正我本身会觉得它的质料上面真的完全不用担心 CP 值够之外呢，我觉得它整体感就让人家觉得很天然舒服的效果。然后呢，这边是一个它有附一个绑绳，我就随便绑，它有口袋的。这一款的话，我就顺便介绍后面的睡衣，因为睡衣呢，后面是黑色的，那它睡衣里面都有沉淀，那它的这个地方是有做蕾丝的，很舒服，就是完全棉质的，这种螺纹，很舒服的感觉。我知道夏天弄它这个都很需要，后面是可以调整的，然后它会附两个胸垫给你，就从旁边直接拿进去就可以。那平常在家的话，基本上我是不使用胸垫的，但是大家如果需要使用的话，就可以自己装上去，就这样。然后呢，白色，很漂亮。这个地方，胸部下踝下缘的地方，就是到这个肋骨的地方，它会是做这种镂空的，非常美。效果，然后呢，我等一下穿这个，然后直接加这样这个睡衣给你看。因为如果真的很担心会单透光的朋友，我都会像搭这种的款式，或者是卖场的另外的，它是有胸垫的，你就可以直接这样搭，就还蛮方便的。转动一下，
是最近我看一个老电影里面的女主角呢，她都是配这种蕾丝的，然后让我想到啊，其实你们如果搭配的话，可以直接这样性感性感的朋友可以直接这样搭。那如果里面想要再搭一个衬裙的话，我的话我就会想选择。然后你们远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是会有遮住的，这个就是完全你都不用担心，然后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就很舒服。如果希望能搭这种全白的，你会有点担心的朋友，就可以参考这种方式。OK， 好，最后一个，我们来介绍这个长裙。不知道最近夏天很冷，所以我就出蛮多像这种一件式的搭配，会让大家穿的时候凉快又很方便。那像这个吊带式的丹宁款式呢，我觉得比较容易穿搭不方便，还有容易显胖。所以这一款我一定要穿穿看，它非常容易穿搭，因为它是用绑绳的。旁边的话是这种扣子，你就直接套上去，因为这个绑绳谁穿都可以，它可以自己调整，它是完全是这种，所以你不用在那边一格一格在那边调来调去，就是完全无脑就直接绑上去就可以了。然后家里有那种针织，我像我原本这样搭配给你看，针织这种搭配也很可爱，还有条纹 T 恤也可以搭配不同的风味。那我等一下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可能会搭 CK 内衣啊，就比较辣一点点。那这个的话，我基本上我是想要搭比较可爱的感觉。我等一下搭条纹的 bra top 给你看，然后整体感让你感觉一下，它非常可爱之外，它还有口袋，那个就很适合踏青的时候穿搭。然后重点是它是 inline 的，很显瘦。等我一下、哦。超 Q 的，然后里面搭配的是这个条纹的，你也可以搭配 T 恤 OK。我就想让他们感觉一下它有多显瘦，所以弄出这个地方，因为它是有点微方领，可是它这边是消下去的，所以有的时候你随便，如果很担心的朋友，你可以穿一个合身的短 T 就可以了，就是白 T 短 T 都可以，条纹 T 都 OK。然后只因为我很觉得条纹跟这个丹宁的超配的，你要穿给他看。然后呢，旁边这个地方。它是做一个一个一个的，然后这个地方是有口袋，超 Q 的。因为后面的话，这个地方也是可以随时可以自己绑紧松，所以会可以有腰身。你如果个子高，你想要穿就是松松的感觉啊，或者是你觉得真的是腰围比较紧一点，你可以自己完全可以调整，完全不用担心。然后我现在配那个珍珠拖鞋，两拖鞋给你看，超可爱。我往后看，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整体感的长度，就是15155，基本上我觉得是长度非常完美。但是呢，你们可以看一下，如果再比我更小的朋友，就可能会偏长。可是这个看起来超显瘦，我往后给你看，那你看一下长度啊。
穿的时候，如果你臀部像我臀部比较宽，我就是穿上来以后再扣就会比较方便，或是你扣两个然后再看，因为它是到我这个腰的地方，整个是有腰线的。最近洋装很强，喜欢的朋友真的是不要错过。好 ，OK， 今天就到这里，谢谢你们。